记者陈冠被彰化报道，有名的彰化飓风葡萄冬果终于上市了。可是受到今年十月阵雨气候与暖冬影响，葡萄结果不如预期顺利，部分产区葡萄树甚至罹患枯腐病、鱼丸腐病，葡萄萎缩如葡萄干，农民看了都傻眼。初步统计，今年冬果产量减少近三成。对此，有农民质疑，近来空气恶化、雨水残留重金属恐也是造成葡萄生病的原因。彰化县大村乡是飓风葡萄主要产地，种植面积约500公顷，每两颗葡萄就有一粒产自彰化。其中大村露天葡萄产区一年能有两次收成，但近年冬果成长期间容易遇到台风、寒流等极端气候，造成严重农损。近来多数农民选择秋冬时让果树休养生息，避免损失。葡萄农赖长瑞表示，种植冬果多年虽偶有影响，但今年仍持续种植了两分地。可是今年入秋后仍持续30多度高温，十月份秋台共伴效应带来豪大雨，雨势后高温再袭，造成有园区近13000串葡萄感染枯腐病、鱼丸腐病。近日收成拆开后，才发现原本应是玉露般的葡萄，却变成干瘪的葡萄干。赖长瑞说，从爸爸那一代起种葡萄至今50年，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状况，怀疑是今年空气污染严重，导致含有悬浮微粒、重金属等有毒物质溶解成的酸雨淋到葡萄植株和土壤，让未及套袋的幼果影响生长。大村乡农会总干事廖瑞华说，飓风葡萄冬果仍有约100公顷的规模，这次受病害减产估计约达三成，因产量减少，估计今年价格会好一些。台中区农业改良场对此指出，近期将前往赖庆果农果园了解田间栽培管理与植物病害情况，并进行受损果树果实采样检测，确认损伤原因是否为病害引起，若是酸雨引起的化学伤害，则需要再由其他学术机关进行研究评估才能厘清。